我们要靠实力一场一场打下去，而不是靠嘴去拿。我们去年是世界冠军，这次来参加 MSI 的话，也是要证明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的战队。我们 LPL 在去年也是拿到了 MSI 冠军，我希望在我们今年，我们 IG 代表 LPL 的话也能拿到这个冠军。面对那些质疑我们的人，我们会用实力告诉你们，我们依然是最强的。谢谢一直以来支持 LPL 的粉丝，希望这次也能继续支持我们 IG， 支持 LPL。